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金爸爸，首款打开 LINE 零秒开机台。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欧系方向盘，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Ferrodo， 百年欧系品牌值得您信赖。哎，新的方向盘我看到。讲的啊，好像隔一趴是不是？没有，刚刚而已哦，才开一公里而已。今天刚好来彰化装我这个帅气的方向盘，顶级的阿肯特拉卡梦方向盘，中间还有这个、意大利，好不好？我们现在这个就刚好接到粉丝的讯息，台中刚好说，小师哥上次跟你讨论的这台车哈、我确定不留了、我说好，台中是不是？我在彰化，马上到。好，所以我们就忙又上路了，带大家去估一台我觉得很值得拍的一台车子。真的是运气很好，好有没有买不知道，反正我们刚好在那边去看看，没买我们就打道回府，好不好？出发，走，往台中去。这台，这是385。你先不要拍，我先下去问一下。好。他真的是，你知道吗？我上次有一次在直播，我讲说有这个车，快跟我讲，他马上就联络我了。当天吗？没有，好像隔两天吧。你要现在刚好没下雨，你可以帮我示范一下。这刚刚是手动的 hand crank 嘛？它这个要开先开这个。哦，两个那个左右两侧的扣环松开，哦，然后直接往后拉，哦，这样就开了。这边差别啊？哎呀，关起来时窗户最好是下来一点。哦，你说要关的时候，然后盖好之后窗户再上来。对，因为比较新的车它会自动往下嘛。对。进来，窗户要不要下？没关系，把门打开，门打开就好了。啊，一下就下坡啦，因为警察住十楼，你知道哦。哦。楼，房要快点盖。你那十楼啦？这好专业哦，椅垫削薄，底座啦，底座削薄。看一下手拍的。看完了。看这车怎么好看？看到我跟你讲，第一个 M X5 对不对？第二个引擎直的，第三个什么六速手排，有需要看吗？所以这一集就这样就可以结束了。这你路上看过几台？路上看过一次而已。我上次呼吁错，我上次应该要呼吁那个氙灯的，氙灯的更帅。为什么它不是氙灯？这是比较新的啊，2000年之后吧，我记得是99还2000之后就变成圆头灯了，应该看得出故车吧。好，引擎室都是干干净净的。你看以前很流行这个要包毛巾，有没有？以前很流行啊，改西美很流行要包这个，油壶都要包啊。你看这个油壶都要包，如果它油出来的话，才不会滴到你的车子上啊。然后它这个所有管路都已经整理过了，还有冷却器，然后这个铝制加大水箱，好，这也是很专业在玩车照顾车的啦。把应该用的东西都弄好了，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哦对，还有一个 TIN 的避震器，电控的，好，它是这个软硬可调的，电子的。然后车我看起来目前扫描一下螺丝是都没有转了，驼色的黄，要搭配驼色比较有风味，黑色我觉得味道又不一样。这原本就是驼色吗？我觉得应该是原来的，因为它连那个椅子、门板，对，都是驼色。好，你过来，我上车给你拍。它的倒档啊，是在往右，要出力，你不出力就是6，打到最右边以后再用力往下才是R。好，18孔方向盘，低温风扇开关跟水温表，拍音啊，他讲的这个就是 TIN 的电子的悬吊的控制 ，HKS 的电脑，公有电脑，已经经过调教，你看它原来就是 BOSS 音响，所以你看这个马自达跟 BOSS 已经合作这么久了。好，然后它很特殊的是，你把它的中央扶手打开。后箱盖跟加油孔都在这，前盖一样在这里。啊，棚子打开超快，这就掀下来，扣子拉开，掀下来，扣子拉开，啪往后一丢就好了。刚刚要下雨，我们啪就关起来，超快了，有没有？啊、哦，非常的方便。好，我去看一下后车厢。哦，好低哦，根本就高卡。啊，你不觉得跟我的身材比起来，比例很那个吗？很小胎啊，对不对？我膝盖还很好啦，怎样？好、哦，然后它的电瓶啊，在这，它不是后移了，原本就在这喽。好、哦，据说是为了要50:50的配重的关系，对他们有算过重量。那后面盖子也是原来的，你看这个螺丝有长过哎，不过应该没怎样，因为你看这个原漆，
这边都原来的。好 ，OK， 好，那因为我们今天是临时过来，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打算要处理，那我先去跟他瞧一下，好不好？好，我去了解一下。等一下好了，开了没？开了。开了。我还没。哎、欸，估完了。其实之前他要卖的价格跟我要买的价格就有一个落差了，然后我就说没关系啦，那都再考虑看看。就一段时间没联络，今天忽然我们去方向盘，我们在彰化，刚好就联络就来，我就说啊，就照我那个价钱。我跟你讲，这谁先开口谁就输了，你知道吗？比如说他要卖45，对不对？我说40，好，没有办法达成协议嘛，没有人要加也没有人要减，那怎么办？他就啊，没关系，就大家再考虑看看。没联络有没有啊？谁先出生谁就输了。没有啦，开玩笑啊，这个真的是我也有表达我的困难点啊。大家观众朋友都知道，我们老车其实囤很多，很多都会看到我们拍说，哎、欸，你怎么那个都没拍？很多留言都这样。我们真的现在停车位不够，然后台北这边停车位又不好租，现在有点困扰，所以真的要陆续要清掉一些老车，要不然真的没办法。想说要拍片，放了一年两年也都没拍。就一直站着一个停车位，哎、欸，那光不要说税金可以停牌啊，你光停车位一个月3000就好了，我放两年呢、欸，24乘以3000是多少？8万多块，一台车而已哦，我不止一台放超过一年两年吧，真的是那个啦，心有余力不足。所以我跟他讲我的难处，我说这个车回来，我买这个价钱，我坦白说我也赚不了钱，这只是真的是一个情怀跟一个收藏而已。为了说我们阿呆。在地平线里面有改过这台车，想要让他知道这台车原本是多好开，不是被他改烂的那么难开，大概就是这样啊。现在就是因为他说他们本来约好了这个有一个敞篷车的聚会，有个敞篷车的聚会啊，他说等他这个聚会完回来，他就有可能会卖我啦。我说不勉强啦，你就刚好跟他最后温存一下哈、哦，然后再思考一下。对，那其实那时候有装机械增压，你看那个管子为什么还有那个冷却器，那是机械增压的，那个叫做应该是空冷，空气冷却器，所以那个车是很好开的一台车啦。好啦，那这一次这种意外的台中估车之旅，好，估的是2001年的马自达 M5， 好不好？这个算是它叫 NB 啦，应该叫 NB 啦。之前那个续集还跟我说它是驼色顶棚。我说不是，那是肉胎。我说你那是肉胎顶棚吧？姜伟没水准吗？应该还好啦。他还叫我去，代表还 OK， 好不好？那这次这个我们就先出价了，好不好？我是跟他出40万，哦，就在那边直接说了。好，那我们就赶回台北啦，用着我的新方向盘，好不好？玛莎拉蒂我开大的，有束手牌，后轮传动。好，下次希望能买到了。买到的话，这个啊，你不会开手牌哦，拍手拍手。那我知道自己爽，我爽给你看。好开心哦！没想到直播，哎、欸，我们下次想要许愿就直播许愿就好了。下次阿蛋想买什么车，我们就直播许愿。哎、欸，上次妈的，你好贱哦！你在那个影片说你想要买 IS300 有没有？好，后面好多人在等的啊，全部都跳出来说啊，看他被阿呆买，我没机会，什么什么，每个都讯息给我。还有一个直接呛，你知道吗？他说我26万要买，可以卖给我吗？他直接呛26万哦，直接用钱砸我。哎，老师阿呆，你害我少赚10几万，这样对吗？妈的，吃我的，用我的，看呀，让我少赚钱哈，你没有。加倍赚回来可能不行哦，我还是会让你赚的哦，还是会让我赚回来 是就跟泰山一样签个卖身契这样，应该就够了啦。我觉得不多啦，你签个2年应该就可以了，不用到终身，对不对？那个泰山金额比较高，要签终身的嘛。你金额没那么大，你让我少赚10几万而已，金额没那么高，2年就可以了，还可以啊，撑得住，两年真的是吗？我怕我撑不住啊。再降下去撑不住的是我，不是你啊。啊，回台北了，我开车了，我感受我的好方向盘。金爸爸，手环打开 LINE 零秒开机台。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空气方向盘，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Ferrodo， 百年欧系品牌，值得您信赖。邪恶的金钱帝国就是这样打造的。
你知道为什么我这样讲吗？啊，钱砸去又买回来了。为什么要买这台？这個、指标性跟意义性的，我在直播上面呼吁说，有这个手牌的敞篷的车，请跟我联络，有没有？直播精华剪下去，马上就跟我联络了。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终于把它买回来了，现在是我们的玩具了，好不好？这台车有什么特别的？上次有讲过了，还有机械增压，想象得到开起来应该是比阿呆改的地平线那台好开，好，一定比那台好开。然后我们研究一下看。其实顾的也不错啦，就我后来觉得一件事情，来，看小师长知识好不好？跟大家分享一下，真的哦，有时候不要嫌老车说年份哦，这车那么老了还那么贵，有没有？常常有这种说法，说啊，还加几年了还要卖十几万。我跟你讲，我后来哦发现一件事情，你买人家照顾好、整理好的、啊，真的比较快。这个跟教马子教人家调教好的类似的道理，还是你要享受那个调教的过程？我是喜欢享受啊。我跟你讲哦。站在我们的立场啊，当我已经做了20年调教的这种事的时候啊，我就再也不想做这件事情。所以代表什么？你还太嫩了，你还觉得这个事是一个享受。等到你活到一个堪瞻，你就会想说，我们已经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浪费了。No time to waste。好，我们就直接找这个爱车人士已经帮我们打造好。在第二个最紧绷的例子是什么？舍利卡有没有？我上次分享过了，人家整理好一台漂漂亮亮的哦，放在社团上卖哦，十几万而已啊。我们那一台有没有买就已经买，我记得就已经买超过10万了。我们再花时间再花金钱整理下去，我跟你讲，那车又20万了，搞不好超过。对，好不好？好了啊，反正这个邪恶的金钱帝国，好，我们用这个现金就把它买回来了，然后开一下棚好了。哎、欸，他上次说怎么开？遮阳板要拉下来，然后这個。扣子打开，这样把它拉下来。扣子打开，哎、欸，往后丢。哎、欸，不知道有没有漏水哈？刚刚停在这有没有漏水？哎、欸，今天刚好下雨哎，还是我们要开出去看有没有漏水？应该不会漏吧？看啊，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你觉得漏水车子会讲吗？啊，如果是我，我绝对不会讲啊。没有，我是会讲啊，我是会讲，因为我不能不讲。我不讲，我就爆料公社了。我不行，我一定要讲哈。可是消费者就不一定了，对不对？哎、欸，我不是不相信消费者哦，我说有几率啊，因为这种软棚的，有时候年纪到真的很怕漏水。可是我看他这胶条真的顾得很好，你有没有看？我觉得他这都整理过了。事实上，我觉得搞不好可以相信他。要吗？我们要出去吗？换出去绕一圈做结尾，要不要？听说底盘有声音啦、啊，啊，因为不是我开回来的，刚好我们有服务人员去台中交车，顺便开回来，对，顺便把它开回来，好吧？啊，棚子回来，来，哎、欸，自己拉到吗？哎、欸，不要让，我看自己拉不拉到。多的是 ，OK， 拉到，你拉得回来了，我应该是拉不回来。哦，会扭到，啊，然后嘞？压着扣回去啊，这样。等下漏水，搞不好是因为你没扣好。懒觉比牛大啦，扣好了啦，好啦，出发了啦。哎、欸，这椅子这样最厚了、喔。哎、欸，没有啊，可以再厚哎、欸。哎、欸，椅子切薄其实不错呢、欸。哎、欸，不错啊，距离 OK 呢、欸。我觉得比新款的大呢、欸。就坐起来吗？对啊，搞不好那个我们有新款的、啊，下次我们可以比一下。好，走上路绕一圈看看。好，走。奇怪嘛呀。哦，哎、欸，好开啊！阿呆啊，你要注意这个三角形接缝有没有漏水？啊，在这边吗？对啊，这个接缝看有没有漏水。我觉得还不错啊，车况顾得还蛮好的、欸，很顺啊，整个开起来，只是蛮陡的。我后来想到一件事情，这个车还叫得到材料吗？到时候这个开去给小陈检查一下底盘，看着引擎脚，我是觉得蛮抖的啦。你整个怠速，你都听得到那抖抖抖抖抖抖抖的声音嘞。你看这个就是那个麂皮已经磨到没皮了，没毛了就变这样，有没有？就跟鸡拔毛一样，有没有？变很光亮。你知道像网络有一个帮你除男生阴毛的很厉害，然后他会用他的方式让你忘记那个痛。什么方式？我不跟你讲了。啊，有人留言会讲。哇，它这个路感啊，超明确的，就是你的方向盘啊，你可以感受到你现在走的路的材质哎、欸。
你知道刚刚有那个比较不平的路面，对，比较碎，比较像已经被稍微有点刨除掉的柏油，然后你的方向盘就好明显。哇，好吵哦！哦，那个路面的噪音，然后加上水泼起来的声音，加上风切声，哦，受菜！哦，这里有一个风的咻咻叫的声音，你有吗？这边啊，有对不对？有啊有啊。而且我觉得它这个位置啊，因为它椅垫消薄啊，真的变得好舒服。哎，好开哎，真的好开，它的车况真的还不错啦。其实这个车主我已经买他第二台车了，应该这样，不是这样讲。他的前一台 Impreza 其实也是我们朋友买走的，所以其实他那一台本来那一台我朋友买的 Impreza 车况就不错了，我朋友买得很开心哦。我朋友知道说我又买到他前一任车主的这个车有没有，他还跟我讲说你可不可以帮我谢谢他，说这个把一台这么状况这么好的 Impreza 给我，他是买得很开心的。虽然那个人有一点看到车是有一点失去理智的状况，所以我不确定他是不是车况真的有那么好啦。不过看着那个车主，我是觉得应该还算蛮专业的。而且他为什么卖这个车，你知道吗？他说他还想再去找，他想去找一台显灯的。对，我不知道是他会不会真的去找啦。而且他的监控做得很好哦，我这边有水温，然后他原厂就有油温，然后还有这边的胎压，哦，所以他的监控的东西都做得很到位，所以你。我刚刚为什么毫不犹豫我就直接上高速公路了？第一个我刚刚讲他也去花莲了，我们服务人也去台中马开回来了。哎，这已经这个在二手车来讲啊，尤其老车来讲，已经算是很严苛的测试了。去花莲够严苛了吧？他从台中去花莲，哎，高速道路啊，不知道会不会塞车啊，山路啊什么，他都经历过了，对不对？所以我才说什么二手车真的老车真的不怕开，是怕你不开而已。而且啊，他这一种是很直觉性的。比起你现在我们那什么暴力呀 Type R 有没有 Swift Sport 那一种现代化已经被这个资本主义腐蚀腐蚀过后的传统工艺，你开那个车子跟我们以前小时候对于这种机械回馈的记忆已经荡然无存了。它这个整个包含排档，包含方向盘的反馈，底盘的反馈，包含整个周遭的环境音 BGM， 让你已经融入到这个道路跟环境里面了。你耳朵听的就是外面的声音，哇，毫无隔绝。你底盘听到的呢，就是真真实实的噪音，没有任何的隔绝。好，引擎排气管的声音，整个跟风的声音夹杂在这个室内，你感觉你是赤裸的，这种才有跟这个我们的有一种跟路面环还有环境合而为一的感觉，所有的感受，视觉、听觉、触觉，那个才是这个你真真切切活着的感受。好啦，那个今天这个 M X5 软棚的六速手排，好不好？今天我们就这个已估回来了。好，那想要看这个更详细的试车。请看续集那记得订阅分享留言开启小铃铛好不好，打造金钱帝国就靠你们了下次见，拜拜。你看这样过弯，阿达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那种感觉？什么感觉？就是贴着地，然后沿着那个线，完全都没有偏，然后就这样，哇，超顺，很像在开卡丁车，真的很像在开卡丁车。哎，还没漏水哦？还没漏水吗？还没。只要你开的比雨水快，对不对？雨水就不会落在你身上。这真的很好玩的一台车子。哎，口袭啊！啊，不是我的刹车啦，我听到了。我想怎么口袭啊？我以为是有女生没穿内裤、穿裙子骑摩托车骑过去。也太大声了吧！也太大声了，呼朋引伴呐！啊，好了，讲太多了，讲太多了，讲太多。没有，我想说可以拿到第二集，直接放第二集啊！妈，你以为在讲什么？
我不知道。可以放第二集啊，不行吗？情不自禁就一直讲一直讲，不行吗？我认真是想要放第二，我想说既然都出来绕了，想到什么就讲什么。哦，舒服。金爸爸，手环打开 LINE 零秒开机台。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欧气方向盘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 Ferrodo 百年欧系品牌值得您信赖